是大米。从深沟看世界，看见新深沟，舌尖上的深沟。走开啦！欢迎收听《厘米之一》，我爱深沟。企图还真的是有一点点企图，是我希望让不同世代的农人，就在地的老农跟后来新进的小农，他们有可以透过节目对话，就是互相听到彼此的心声，但是都在这个农村哦，所以这是希望有一个也算是又把自己当工具，或这个节目当工具，然后真正的企图是希望农村留下来啊。我会希望其他农村也会有兴趣复制，去玩他们自己那个村庄的广播。那很多不同的广播，大家串起来，可能我们可以就变成一个联盟或所谓的联播网。耕耘的是我的心田，就是他们如果笑我，你又没种田，我说我耕耘这个心田也不容易。